是欧文，我是你。现在是凌晨5点多，我们要去跑花莲浪花杯马拉松。不是，你说凌晨？我现在早上都五点。早上？对啊，早上就是凌晨啊。你会说早上一点吗？好，我现在不是要引战，好不好？好了。里面有鱼吗？当然有啊。停好车了，我们要去起点。可以开始跑了吧？同学，那个台中那种跑步的方法，走，没有，还有一公里，快点，吃饼干还有1公里，1公里就可以吃饼干了，还有好久，快点追上姐姐。
咪咪，剩两公里，加油 ！Go， 走。加油，往前跑！嗯，往前跑。姐姐已经冲过去了，快点快点，姐姐冲过去了，姐姐已经过这里了，已经过去了。我刚刚把我们都走到，快点，通过了，我们通过了。我是看到有人想超过我就超过去，然后有人想超过我就超过去，绝对不能超过我。走吧，我们去吃双麒麟吧。走吧，我们去吃。没有啊，他说楼下就有。你们去看看。对。哇，我刚刚看到一个双胞胎的爸爸推着一个双胞胎的那个婴儿车冲得超快，然后我跟你说，我们那边跑步女孩说，就哇，他跑得好快啊，这样很多人。哦，对不起。我们又可以回程的，就说哇，他跑得好快耶，超好笑。我那个后面我只喝了一瓶小番茄。我吃了两颗小番茄，然后一甜吗？很甜，然后一节小香蕉，然后跟一杯水，喝了我就赶快跑，因为我怕我来不及。他那边的补水站感觉很挤哦。可是好，为什么还有马蹄这道菜？马蹄它爬完它不会噎到吗？那个是在地的那个花莲。哦，名产。那个双麒麟，双麒麟在楼下。然后呢？那边很挤。我本来在那个走道旁边，我就是等着跟你击掌的，但是我太专心跑步了，我没有发现到你已经来了。你突然说妈妈加油的时候，我吓一跳，我说我的妈妈已经跑回来了，我还在去的路上。然后我到的时候，爸爸就说你有看到问问吗？我说问问往回跑了。你太快了，冲太快了。我要吃双麒麟。你要去哪一个？我要去一个很幼稚的地方，我要去一到六岁玩的地方。那你就进不去啊。为什么？那我们去玩碰碰船怎么样？好啊。杀死我！什么？碰碰船。好啊。陈旭，你跟妈妈坐同一间，我跟妈妈坐同一间，好吧？你自己不要尖叫哦，你要自己变脸。可是你刚刚变脸，你刚刚脸变了一下，现在要上去了。对啊，你以为再夸一下，后悔了对不对？哎呀，那个超刺激的。不要怕。现在其实我也很怕，这个因为。
因为之前底下都有雪啊，白白的、啊，感觉就是很好。哎、欸，你看坐那个船会湿哒哒的吧？那个轨道的那个船、啊。冲刺。这是冲刺下来吗？真的假的？不是。那一个就是那一个，就是那个。假如说没有冲刺的话，那种道路我应该可以。平平的可以。哇，会下来啊！那个船会这样下来的，行不行？可以吗，姐姐？我不行，但是平平。你不行，其实蛮好玩的。其实平平的。尖叫一下就过了。平平的可以，但是那看起来好好玩哦，那个碰碰车。这个是碰碰车。是啊，那海水像碰碰车。公园的一日游就结束了，拜拜。